今天见的时间有点长了，稍微有点糊。还好，我这个还好。这是猪肉玉米馅的。我感觉猪肉玉米馅的比那个那叫什么？上次那个青菜。比那个好吃。嗯，它确实有玉米。哎，那把你先倒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挺稠的啊、哦。看上去很稠。漂亮吧？嗯。这个破壁机挺好的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打。看上去就很细腻的感觉。嗯。有点烫。这晚上也可以预约的，下次可以晚上预约好。天热了不行，天凉快了可以。倒满一点，倒满一点，正好三大碗。这就是为一家三口设计的。刚刚是热饮，我放的是1000毫升。冷饮可以到1300，正好三大碗。热热饮，冷饮弄什么？冰沙。水果汁呀什么的也可以打的呀。水果汁。有点烫哦。嗯。我加的冰糖不知道够不够。够了。嗯。好细腻啊。这个甜味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早就想要一个破壁机了。但是我听我同事讲说破壁机噪音好大嘛。这个还好，这个它有那个隔音罩，新出来的，新式的。隔音的，然后加上那个防震的。降噪音的。不是防震，它底座就是它在台子上放的，就是感觉有点吸入一样的。下面是软的呀，软的它就是防震的，像垫片一样、软的。那个放在台子上，你推都推不动。橡胶垫，它就要不然的话，你一震一震，它都跑掉了哈。前面我想往里推一下，还推不动，你必须抬起来搬过去。嗯，好喝。等一下他起来肯定也喜欢，他也喜欢这个东西。外面买的豆浆没有这个。嗯。比你上次买那个豆浆强100倍，以后再也不用买那个豆浆喝了。真好。关键有预约功能比较，对，打的时间比较长，打了半个小时呢。想让客预约一下。今天这个我可是做了点功课的。嗯。在网上搜了一下。搜了一下夏天这个就是清热解毒祛湿降火的。我放了莲子、银耳、薏米还有银耳、冰糖。两种银耳吗？莲子、银耳、薏米，后面又加了个银耳。我又说了，四样的莲子、银耳、薏米、绿豆。哦，对对对的。我讲重了是吧？嗯。然后冰糖一开始忘记放了，后来想起来了，我又放进去。糖就喝的我尽量少放，糖吃多了不好。他喜欢这种，哎呀，第一次呢，第一次弄得好喝一点。以后长期喝的话就不要放糖了，对吧？健康一点。好细腻哦。以前豆浆机还要泡的哈，这也没有泡，莲子那么大那么硬直接打的。你看一会儿它表面就接一层这个。一会儿表面就接一层皮。就像你拿那个豆腐一样。好烫、哦、夏天我也不敢预约了过一夜，我怕万一变质了。你打点西瓜汁，什么果汁都可以打的呀，冰都可以打碎。我刚刚那个冰糖有这么大一块的，但是太硬了，会不会把大刀口打伤呀？所以有这么大的冰糖我没敢放。尽量不要。我那天还跟你说他没对什么东西过敏，他的报告还没出来全，后来又有报告出来了，
他对那个鸡蛋、牛奶还有菠萝三样东西过敏，还有那个你说那鸡蛋是二价呢，中度过敏，然后牛奶、菠萝是轻度过敏，鸡蛋不能吃了怎么弄？这个真的吃这些东西，鱼虾他又不吃，鱼虾让他多吃点呀、啊，不吃也要吃，不能挑食。鱼虾倒没过敏呢。海鲜也不过敏，要不然蛋白质不行。牛奶还过敏，牛奶轻度过敏。这种应该是说少吃点不要紧，对吧？不能大量吃。你说他鸡蛋过敏，前几天你煮茶叶蛋，一天吃那么多。